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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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思雨打个 call， 思雨打个 call， 然后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也支持他，也支持 The Sportsick。对，然后也给了波士打 call， 对，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 The Sportsick 天猫旗舰店。对，也帮我们从前有谢谢林建山要打个 call， 因为接下来新戏要跟大家见面喽，对不对？多多关注，多多关注徐凯的新戏。好嘞，谢谢前面的三个结局当中，我们三位非常厉害的潮流搭配官推荐了非常多的一些尖货。在你的这个环节当中，徐凯帮你完成了第一个，剩下的你还有什么？其实我觉得啊，因为我一听说前面的几个环节都是只有郭涛帮忙打 call， 我这个环节有徐凯打 call， 我觉得我已经躺赢了。哎，你不要这样，太骄傲了，我跟你讲。对对对，不能做人不能太骄傲。对啊。其实我刚才说了，我们今天这个购物车的主人，我觉得他是有一个特殊的身份，他是一个潮流奶爸。OK。然后，哎，我觉得你作为男生，你也畅想一下，再过个不久的将来。什么？徐凯就是30年之后，我就是不久的将来啊！我。